中华职棒传出让球迷震撼的消息，前富邦悍将选手胡金龙在被球团冷冻将近两年，没有球可以打的他，传出将加盟统一狮队。这球，有机会了，拜拜！大号的再见全垒打！曾经是富邦重要的攻击火力，曾经获得各两座打击王、安打王的肯定，却因为在通讯群组上的不当发言，遭到球团下放二军，并且禁止随队。去年底合约到期之后，胡金龙能否回归备受关注。如今统一师证实，延揽这位也是来自台南的打击好手，签下一年的合约，将会再和队上老将陈庸基来合作，金庸打线有望重出江湖。